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2021年的大预言又即将和大家见面了。每一年在年底的时候呢，我的粉丝、读者们最期待的就是大预言，而且呢，他们还会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今年送什么呢？”哇，今年送给大家的赠品真的是非常的珍贵，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开运宝物，就是五帝钱。五帝钱呢，它不但可以帮忙招财，还可以化煞，尤其是风水上的煞，它可以挂在家里，可以挂在梁下，可以放在一些窗户的地方，就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不好的风水，而且呢，它也可以让你的心情变稳定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摆在办公桌，可以帮助我们防小人升官发财。为什么五帝钱有这么好的效果呢？当然因为五帝钱呢，它是从顺治爷啊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一直到嘉庆年代，那你知道其实这个宇宙就是一个能量，它是一个集体意识造成的一个能量，所以呢五帝都是非常的兴旺的，当然它就可以兴旺到我们的家庭，所以今年呢特别选择这么好的开运宝物来跟大家分享，希望所有的朋友在2021年都可以平安顺遂，财源广进。特别是今天我为了这一些五帝钱念了充满招财能量的财神咒，所以呢每一本书有附一个五帝钱，希望今年所有买书的朋友除了平安顺遂、财源广进之外，可以心想事成、美梦成真。希望五帝钱源源不绝的招财能量守护你身边，守护你的家庭。